用一下我整个指甲，指甲有点太长了，按 Ctrl 力会有点痛。下午好，看你们几个怎么下午会在？要专心上课哦。差不多了。是广告，本想播版权歌的，可是想到上次播迪士尼那些歌。它是完全不能播，连播都不能播，就算你把那个盈利关掉，它完全都是不能播。他说不可以在各个地区播放什么之类的，所以就算了。而且是等一下可能画完还会还玩游戏，很突然的重开。只在上课，哇！翘课哦，孩子这么多吗？翘起来，翘起来！没有啊，只画一下而已啦。我真的发现，真的，我现在没办法，就是一笔啊。就以前画会觉得，哦，看得出来是我，见稿就看得出来是我的。可现在，我都要一定要画草稿了、欸。噔噔噔噔噔，不用上课，你是毕业了。
跟喵他同水平，没有比喵他烂哦。地公杯啊！太大了。原来吗？我一直都觉得喵他比我强啊。玩三场，三场都被圣剑砍死的人啊！然后就昨天那场真的是很好笑，想说，嗯，巧克力被狼人砍死，嗯，又被狼人用圣剑砍死。那第三场是狼人的时候被玩那个好人用圣剑砍死。那个今天有剪出来啊，那第一场的啊，第一场就剪啊，就都是一张地图剪一集啊。不是哦，没人跟我讲小雨是狼哦。你看，麻衣嘛，麻衣是好人，妹子嘛，你不来帮忙，那就左九炸七师啊，跑到那个女人的。头顶上面在看戏，不来帮忙。那来帮的就只有小雨，结果小雨是狼哦，我气死。也不知道晚上阿米狗玩什么。不会是维京人了啦，维京人上次已经连线太差，让我们没有心情玩下去。欸，这首好像也很适合画画的歌欸。哦，也谢谢昨天跟我成为朋友的那些，应该晚上再讲了。希望我们可以再更浓厚一点这样子。不是啊，我还是希望就是。
还是学生的话就不要给了，对啊，但还是你们想要说是心意啦，但讲也知道学生哪来的钱，那是零用钱呢，爸爸妈妈的钱呢。应该画个钱是压岁钱去哪里了？被实况组了。对，高效率产图啊，你是说那个赢他们呢？不是啊，我第二场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在旁边看他们看戏啊。技能任意的啊，我怎么死掉了？哎、欸，我最近好像真的很衰，我是不是要去安太岁还是什么的、啊？可是今年不是我安太岁的年份呢、啊？你看，轻松生存，我不知道为什么哪根筋白痴，我竟然倒岩浆把东西烧掉了，我真的很愧疚哎、欸。那再来，昨天狼人杀又明明狼人可以稳赢的啊，就变成后面又变成二选一环节，我都不知道在干嘛。算是节目效果啊，可是点光明灯，我觉得我真的需要了哎、欸，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过年初四的时候真的是初四哎、欸，阿静，车子被撞的事吗？对呀、啊，然后撞一撞，昨天兰兰也出车祸、啊，看得很着急耶。他们公司没有人，不是没有人啊，人没有满五个，所以没有劳健保，所以他没办法报工伤之类的。应该是这样的。哦，太血腥了啊！天啊，
感觉张嘴比较可爱。没有。等我一下，喝个水。你还在那边洗加一欠扁啊？对啊，三把圣剑的。嗯。欸，他头发，我头发。三把圣剑应该是礼拜五出吧，那好像第三场嘛，所以想说先把图画一画，因为发现我那天轻松生存嘛，有巧克力，我只是标题打个巧克力什么抖内那个大哈家之类的，那封面也是用画的，好不好？因为这样是不是观看比较高，还是因为标题我打个巧克力抖内大团团家之类的？可怜什么？你说巧克力很可怜吗？你要想哦，他有一场是当狼人哦，当狼人还被砍。好像才是欸，天哪，对啦，这个颜色才是我该用的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听他后面那个拉小提琴的声音。
有没有感觉那边乱乱拉？我还是觉得很好笑。小巧看起来是狼人，一直被啃。噔噔噔。好啦，快画完了，可以画画了，没了，可以玩了。点风安安，哎，钱哦，你那个救人剑、救命剑，还是觉得有点强哎，因为母体感染前期母体有跑速加成吗？因为玩完之后，我那天也是很拼命在感染啊，就感染还是只要人数没有那个。感染人只要没有超过僵尸群，没有超过玩家群，一定是输的啊！这样子母体很累，你看哦，因为你感染完之后，对不对？小僵尸一定出生在那个停车场那边嘛，我是指那个那张地图，那。这样子玩家都已经躲得很远很远很远，小僵尸要冲过去那个玩家那边时间一定不够啊。你有什么好计策吗？我觉得救人剑不一定要一刀秒啦，可以就是伤害再高一点点啊。对啊，就是一刀秒的话那种一刀秒很好翻盘是没错，可是就对僵尸来讲真的是很不公平，因为僵尸打也是要打超久才能变成那个玩家，也是要打超久才能变成僵尸嘛。不要听啊！不要听啊！不要听啊！不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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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啊！看上课就好好上课哦。欸、我在画什么？哦。哎、欸，好了，画完了，可以换游戏了。另存新档。安安好可爱哦、喔，安安可爱的十三。存另存新档。哎、欸，我的档案嘞？好，我得到了。要打什么？单圣剑巧克力。
可是昨天还有一场是什么？我觉得我昨天都没有什么好精彩的镜头，都只是那边出球的镜头。昨天还有一个是狼人，我跟哈基当狼人那个啊，在那边乱玩被砍死。嗯，不同人状况不一样。还是母体可以复活一次啊？如果像 CSO 那样子的话，我们之前玩那个模式就是，小僵尸会也是一条命，可是母体就是只要不爆头就可以复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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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选之人拔的，欢迎欢迎欢迎，Happy Soul的感染模式，哎，对耶，辛苦我了，还好啦，辛苦是辛苦在我。好玩什么游戏？想玩，可是你们看不懂。好啦，灯啊，昨天那个要跟我要 mod 的是谁？忘记了。反正今天晚上会再玩一次那个，不会玩一次啊。反正最近晚上都玩东西大啦。金巧克力说下礼拜会玩，我到时候再看看你们玩的状况。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就是狼人杀，隔天就是玩那种亡命奔逃啊。音乐关掉。哦，我还没存档哦，白痴哦。无存是。嗯。很快很耳熟，不是啊，我刚才开始聊的，你怎么会听得到？有这个啊，这个是什么？音箱不会坏，然后想开个东西就好。我想知道它有多强，稍微开一下一些东西。像这个我想叫老居装啊，这个装上去它会自己采集。可是怕装太多，就是资源因为会越来越高，都怕它 hold 不住。那这个是什么？等下我要开的那个嘞。哎，我大视野原来也有开哦。白痴哦，好了，继续回来。嗯，我没装吗？等我下哦，去看一下工作坊。工作坊，哎，工作坊又坏了。我已订阅的项目有啊，我订阅啊，他嘛，
阿妈摩，哎、欸，啊，这个，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叫老居把这关掉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关台后，老居只是发呆一下，然后就烧起来了。我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很严重吗？这个啦，这个可以关掉。”设定风格，没有没有，我现在我要看看这游戏多 OP。那时候想说看一个朋友的台，一进去发现说他独挡的时候变成那只角色，那只角色就是突然他的脸突然很尴尬，我想说这只角色怎么了吗？很强吗？还是什么的？可能就是。他需要什么 boss 的材料，就开这只角色去把 boss 杀了，然后再换回原本的角色这样。自然型不是奇观，没有，自然只要是夏天，你身只要在玩家在身边有个东西可以烧的话，他都会烧，很容易烧起来。所以老G昨天只是问我说：“欸，教主，你是说这个东西吗？”然后讲一讲，讲到后面说：“啊，你为什么要烧树？”他说：“我没烧树啊。”我说：“啊，你隔壁树烧起来了。”然后他把他整个植树区全部烧起来了。嗯。然后就直接讲那个 cosplay 这个。近期报告 Q 的口试日期定下来了，消失一阵子 ，QAQ 三月底再浮出来。你要消失到三月底啊，厂！哦不，我会想你的。哭啊！等一下，我怎么取消衣服？白痴哦！我看个阿厂的留言，你怎么可以？哦、我发现有这个尾巴，我要换这个尾巴。有什么好看的衣服？没有。妈，好丑！好啦，开始看他多强。我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什么？自己偷玩吗？不是，我、哦、干他走速好快哟、哦！我可以攻击吗？啊、哦，不是一拳超人吗？不是，我只是真的很好奇说，说为什么？你看，我还有多一个这个，他怎么可以？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他，哦，为什么？被抓到说他开一拳超人的时候脸超尴尬的脸，我想说究竟是太强了还是怎样，我就很好奇。你们想玩来啊，小班啊，我要一拳打爆这个石头可以吗？不行啊，好烂哦。啊，那个开超的没有开。干、欸、走路真的好快哦！那我就不订阅那个啦、啊，不订阅那个宝妹啦、啊。芬妮，这只走速那么的快，可以找大野鸟，不用找大野鸟。那个是什么？红红的。啊，这边怎么会一堆触手？哎、欸，这显示坏掉了是不是？我晚点再关掉那个。嗨，乖乖乖，你快哟！怎么啊？哇塞！哎、欸，这显示坏掉了啦！等一下我去重开一下，断开，是的。然后我最近麦克风很奇怪，有时候你会听我的影片里面会有一些很像空气音或是左右声道的那种怪怪的东西，我最近也还在调，
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在过年前就有，因为那时候要后制影片，结果发现声音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声音超奇怪。我好像是开了这个就变怪怪的了吧，应用。难怪他说啊，被抓到我开一拳超人了，天哪、啊！那时候想说哦，好久，因为最近也开始玩东斯拉，就回去再看他的那个，看看他的。难怪他笑得这么夸张。哦，夸张死！啊，等我们需要打 BOSS 的时候，我们再开这个吧。尊严呢？刚好在外面，所以都起来。www， 感谢赢的 Donate， 赢我们是好朋友了。呜、哦，阿长会消失一阵子，那以后不去闪闪台找你了。我讲这个，如果在家里要打野狗的话，很危险。伤害有多高，还是一定秒？我不知道啊。你看刚刚扒的那一下，你不觉得很恐怖吗？我们去找龙吟吧。你看，那个扒一下，可是树那些不会被扒到哎、欸。有了那个地图显示正常了。可是他走好快，好爽哦！好玩吗？不知道玩啥？你是说东石大吗？很正常吧，一个新手只知道要收集物资，不知道怎么开始生存啊。我当时跟点点教你还有舌头也是教很久，不是吗？然后是死了。哇、哦，好有游戏体验哦！这游戏，对啊，所以如果之后要再开张新地图，我要好好教他玩，因为他现在只知道前面回礼是要采花，然后不知道其他回礼制的方法，然后他现在能帮到我们的忙就只是，我打了、哦。好运一点。我劝你不要惹我，我现在很凶哦。嗨，妞妞，你是好朋友对不对？是这样子啊，吹一下。然后会牛靠近你啊，所以那时候还跟你讲说你要引牛就这样引啊，啊他会跟着你到一天啊，所以你就把他引走之后把他关起来，好屌哦。哎、啊，你怎么跟过来了？不要啦，开玩笑的啦。哇，重点他不是单体伤害啊。嗯，感觉他当时应该是想要打那个地底下的青蛙，然后才装了这个 mod。
因为地底下那个青蛙真的打太久了，那打它可以得到那个照明的蓝图，就可以在那个家的附近盖那个照明设备。不要，我警告你们哦，很胖哟。打咩打咩，去查个字。完了，这个速度我等下，我晚上跟你们玩的话会不习惯啊。死皮死皮的。今晚有阿米狗吗？我们阿米狗现在就是都真的很晚很晚才简单报名，以前会前一个礼拜，那直到后面是开始就是当天，然后现在最近都是到六点左右才问说啊今天想玩什么这样子，会怕黑啊？好像会呢。死皮死皮，哎，好像找到了，嗨！这边是，那是龙吟的吧？有龙吟的沙漠。啊，这么小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小玉小玉小玉！啊？我是有挥到他吗？还是他有挥到我吗？小玉，我们装这个好不好？而且不会扣血，我天！这次算的啦，还是我们需要打一些材料，我们再来开好。你的好是哪一个啊？我们来开还是？不用。而且也不会饿哎，那。猪都不用了哎、欸！天啊，我救你！太强了吧！天啊！等一下，我们现在需要金块，要咯，要金块。啊，重点是这个蓝图啦。嗯。危急在用，先做个稿子，先做个跑去看那个。啊，我不是一下一个哦。
那这样子，蜜蜂女王你出来哦，要出来哦，蜜蜂女王。哦，要空拳才有痛是不是？好，是。哦，难怪刚拿火把打龙鹰没有用。如果其他角色在你的伤害范围，没有打开 PVP 一定没有啊。我不知道啊，现在没有朋友陪我测试啊。讲完的在上班。哦，这边没有蜂巢，去上面。我没朋友，现在朋友没时间跟我玩哦，哭哦。你继续笑啊，上班不能玩的，你继续笑啊。你有本事，你现在给我辞职，跟老板说你不干了，你要回家当实况主。告，林中火把了。哎、欸，有草溪吼。哦，这么近，碎啦！我养你，我就辞职，养不起哦。妈，你天天龙虾、鲍鱼的，我养得起。恐怖，红蛋可以养吗？它可以啊，它可以养那个小龙蝇。它要去找那个宠物的窝，去把它做出来。
要炼金引擎要北七，挖黄金木板啊！我还收集这么久干嘛？天哪！黄金，哎呦，石头挖一下。之前要花时间学走位，你是说玩这只角色之后吗？这角色当然不可能叫新手玩啊，叫新手玩他们玩学屁啊。跟我玩游戏的会知道啊，你真的要学，我会很凶很严格在教啊。哎，没原石头了，敲了敲。而如果秀秀说哈，这个角色很棒哎，都不会死的，我一定骂死他。哪个平台啊？你有考虑？这很多平台都有啊，啊方便就死定啊。定就很方便喽。哦不，这个也是要高阶的。啊，我只是想下个地洞去看一下那个究极，究极。嗯，柳草溪附近应该会有那个啊。哎呦好痒哦，好痒哦，这种感觉啊哈，好痒哦，不要再又不要再舔了，很痒这样。哦，草蜥被追到死哎、欸！你看，像秀秀就一定喜欢玩这种角色啊。可以给个游戏名吗？就后面写个 Together 啊。看你是想要玩联机版还是单机版啊？因为单机跟那个单机跟多人，它有分，还是有差别。我怎么会讲联机？天啊！还有木板，哭哦，哭哦，这个木板，哦，跟我玩。跟我玩不行哦，我跟你讲，不是我没朋友跟我玩，我真的要找，我有一大堆啦。那只是我不太能跟怎么讲，
像这种游戏，我不太能跟观众的话是还好，但是就是，怎么讲？这种游戏如果开放的话，我会很麻烦。那怎么讲？来，今天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会觉得啊，还要教一大堆东西。啊，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有底子了，可以进来帮我，像。弄一些东西，就真的可以白白的让你自己去外面玩这样子，啊，也不用担心你的死活。为了做这个，气死了！来下地道，没有？你觉得我现在是在玩吗？我现在过得很爽欸。那我怕，我到底怕不怕黑呀？你有基础可以单挑王，那很好啊。可以给游戏名称，可是你又问游戏名称，那你又问说，你可以单挑王。第二重置有兴趣吗？因为怎么讲，我 Diablo 那个我也是这3年才开始买 Diablo 3的欸。因为我之前，他会降理智哎，刚刚理智有降，重置应该会玩啦，因为毕竟也是打宝游戏啊，不好说，我觉得他是不怕黑哦，先挨一下看看，不行我们再拿火把。没有降啊！你看，小雨看好 OP 哦。那我做灯在干嘛？现在好像是玩神奇宝贝早期那个，需要用闪光才能照亮洞穴的那种。这边不是有那个花？你要玩这只废物？你的尊严呢？这只就很像早期的一只角色是鲤鱼王啊。那只角色就是血量999，宝石999，然后理智999。啊，它999再高也没有用，因为它好像很快就回来，还是根本不会扣，然后走速也很快。伤害也很痛，好像那只青蛙哦。理智不会扣的缺点就是没有那个啊，暗影的燃料可以打。要名称是因为 Steam 的种类太多，Steam 的种类，什么 Steam 的种类？哎，不对啊，都已经打成这样子，怎么可能不会到一刀，一下就死？青蛙嘞？东石大太多分支，没有啊？东石大就是单机啊，它、啊、后面 together 就是连那个啊，连线的啊，多人啊。哇，天哪、啊，这个突人家真的是好难找啊！啊，可是它变烂了，没有用了，可惜。DLC 就只有单机才有 DLC 啊，连线版的没有啊。
连线版的 DLC 都只是角色啊。暗迷摸，暗迷摸。我是现在去打开那个地图全开的 mode。看一下哦，探到哪里了？那我去看一下好了。散开，是的。我讲，我是一个很怕那个场面太混乱的人，所以我，怎么讲？今天如果伺服器是我的，我就会有那种我都要听我的那种感觉。啊，如果今天伺服器是别人的，我就觉得啊，那是别人的事情，我只要乖乖帮忙做一些事情就好了。指定上几乎都 DLC， 没办法啊，因为他已经卖到不知道卖什么了啊。哇哇，每日都懒得领，我现在每日还在继续领啊。啊，不是地图全开，哭哦。不会啊，东石大现在是少数里面每日我还在持续领的，已经领了四五年了。从他开始有每日的时候，我都跟别人说：“哎，你这个要登录哦，有每日可以领哦。”所以指定会看到我最近有玩还是有在玩东西啊，这个原因。找不到是究极耶，住手！别跑！哎呀，究竟会第几天找到嘞？已经第四天了。
啊，这个是一个死区，我的天哪！因为很久没玩了，我们是最近才开始玩的啊，才开始回来玩的啊。上去再下来，地图就开了。有可能哦。我要找一下最近的。来，我看到上去的路了，再上去吧。因为之前全地图的好像只支援地表，没支援洞穴。只想有更和平的模式啊，小雨，就是没有夜晚，就只有秋天，永远都是秋天，然后没有夜晚。应该当时是这样子，也不行哦，至少东王要这么大的教堂。找不。到白天了，第三个兔了，帮你扭动。什么？我找到刚刚发呆了，睡着了那种发呆。等一下下去睡一下，不下去睡，我在上啊，然后回去被窝睡一下。啊，找到青蛙我们就关台啦。那个蓝图其实我们之前在我们原本的那个地图，我们都还没有打，因为根本没时间下来。就是之前都是准备好吃的，然后大概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一半了，然后吃掉一半又来不及准备，就是窝在家里过一过，然后冬天就结束变成春天，春天要准备夏天的东西，就是没有时间。啊，是要逛去哪里？太大了吧！有没有上出的洞啊？我眼睛快闭上了，好无聊哦！你们还能这样子挂台？天哪！是我的话，我根本挂不下去啊！这时候需要一个人过来，不让我怼。这边我要讲一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实况主子跟干爹玩的原因，是因为不是说因为对方给你钱，啊，你就有义务要跟他玩这样子。我们这边情况是，因为至少干爹他有花钱嘛，花钱进来这是另外一回事哦。你花钱进来之后，如果你做一些白痴的事情或是干一些蠢事，比较好找到人。那可能严重就是退群还是什么，至少你就是会乖乖的，不会乱来嘛。
那有些观众就是会欧北来，啊，你竟然说啊、哦、是繁星哎，砍死他哦，是谁谁谁针对他这样子的感觉，那可能就是跟实况组玩，就觉得啊，想要证明自己很强，硬要表现，然后其实也不用，就是开心玩而已。那很多时候就是会觉得，你就是会表现过头还是什么的，反而会有反效果。像小鱼吗？因为小鱼是真的是很早很早很早的老屁股啦、啊。欸，小鱼早期我还看错他名字叫小偷，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想说啊，懒得改了，结果讲到后面是他好像真的有点反感，然后就跟他道歉。那人家有他的名字，还硬要就这样乱讲名字，这样元老嘛，也不是元老嘞，已经骨灰了吧？水滴鱼是后面啊，也是玩那个。画图，然后就说什么画什么画 Q 版出来，就 MN 就那时候说什么水滴鱼，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水滴鱼这东西的、啊，有看过，但是不知道那个生物叫水滴鱼。然后其实他也对水滴鱼开始有点反感了，就后面才想要改成花椰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时候玩。泰拉瑞亚还是叫花椰菜公主，像泰拉也很好玩啊，就只是当时就是开放那个让干爹进来跟我玩，然后那时候因为在 FB 就是需要那个要有观众来看嘛，然后想到办法就是开观众场那样子玩，可是当时观众就是真的是，对啊，那时候好像八个人，然后加露米，然后加小奈，还加忘记谁，好像有四个新手。然后就是，然后小鱼那时候又是很呛，要打 BOSS 的时候没带远程武器，手被我骂之类的。这什么游戏 ？YT 推给你看，《Don't Start Together》。安安哦。有开什么？没有，现在是在啊，好找到了哎、欸，这里吗？没有，现在只是在测试 mod 的好不好用而已。那这只角色就是太 OP 了，拿来测试一些东西还不错，至少不会死，你不会测试到一半被狗追、被狗咬什么之类的。对 FB 的泰拉瑞啊，跟那时候是刚改版啊，他就说想回去玩啊，然后就有几个是有底子的，就自己去玩他自己的嘛。哎、欸，有了有了有了，然后就是造成说我在教新手的时候，他把 BOSS 打醒了之后，然后就让我来不及教什么，很多东西都来不及教，所以就有点混乱啊！我私下跟他讲说，我现在在带新手，你如果真的想要玩的话，你可以去玩，但是不要超越进度。那他可能有开单机自己去玩，然后可能又是有一些已经不是现阶段的装备，他也拿上来之类的。啊，我也是觉得没差啦，就是让他自己去玩那样子。哎，地图没全开啊，垃圾。这角色到底怎么样才能杀死？能换角色啦，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跟在老君那个伺服器找东西啊，找他的东西，找一个就是天体水晶，找到后的话你就可以换角色了。不过老君那个伺服器我应该会换植物人回来玩，那小鱼的话应该不想玩厨师了啦，感觉。就厨师很无聊，而且两天只能两天内不能吃一样的食物，他快哭死了。这比只能吃肉还有点难过哎。
可是他说他强就是强在他不怕吃到怪物肉。我已经第六天了，我晚上第五天应该找得完，感觉八天内找不到哎、欸。你这个放射钟真的好麻烦哦，你看我已经找成这样子了。哇，这如果是正常人来找的话，要找几天呢、啊？要跑速加成。我搞不好真的找到我就睡着了。感谢好，感谢友情花粉的超级留言。不是啊，我想找蟾蜍啊。下雨了。哇！我。现实没游戏啦，你看到下雨了。我这边好像是他有一次改版更新，这边是那种克苏鲁神话的东西。那这个我还没去研究怎么用，不是研究怎么用啊，还没研究这是什么蛙哥。然后这不是之前地图就有了吗？他是 OK 可以钻过去哦，更不用敲、啊，白痴哦。然后这边有个这种遗迹，这个我也是不知道怎么用啊。一火饮用水，然后这边就这样，是这样的。那边还有东西，可是现在任务不是想要去找那个，它是真的可以这样子走诶、欸，没问题吗？因为那时候在老君那边，我讲说，这些落石是什么？看起来好危险。然后就是那阵子也看了很多动死大的影片，然后就有人介绍说，那个是有点像古代机器的东西，那边是古代文明的东西。然后看完影片的隔天，我们就换了新的地图在玩。更新超多的啊，所以那时候等于就是你从一点几啊，
1.14 吗？村民更新的时候，应该说 1.12， 你就差不多没玩麦块了。等回来玩的时候已经超过 1.14 了。你要记下那些工作方块是干嘛的啊？那些书柜，然后烟熏炉、锻造台那些有的没的鬼东西的一大堆。就麦就等于是麦块是换一款新游戏啊。不是吧？这么一块、欸，第六天了。他装了这个一拳超人的那个角色啊，他一开始不是有两只吗？一只是写这只，另外一个是写 cosplay， 那可能就是他只是一般玩家，那他也没有一拳秒跟血量无限那些有的没的，然后选进来啊，怎么一下死？我是不知道啦，因为刚刚看到角色名字写 cosplay， 哎、欸，找到了，终于吗？找到了，等你那么久，这样子吧，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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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结束了，各位，破台啦，各位，啊，最主要是这个蓝图啦，这个，然后，它在哪个建筑类吧？吗？科学？欸，它在哪一类啊？菇啊？被困了，真的？欸，这个吧？不错，这个才对哦。也不对啊，这个哦，粪便桶，我让我盖出来，我还想玩玩看，我要绕一大圈哦，好绕，你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W 不要打三过超过三个，对不对？那个会被视为是垃圾讯息。那如果你们会显示出有超过三个 W 的话，那都是管理员在后面帮你们解开，算是解编了，就是整合通过你的发言这样子。不然其实你们那些每次都会要我们审核隐藏或是删那个公开。那公开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嘛，啊，隐藏就是你这个就视为是垃圾讯息，就不让你出现在聊天室这样。不是派不派的问题啊，啊，就是真的，你们每次打完我们后台管理员每次看都看到一样的东西。那有时候可能，有时候玩游戏玩太好笑，我就担心就是聊天室就一大堆打 WWW 的。而且我记得上次我不是有画图画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因为有个人在聊天室就是激我吧，那我就说我要关台了，是不是也是你在那边聊天室打傻眼的？是你对不对？我想说啊，我是不能
啊，我是不能关台休息哦。啊，好像就是你在那边打沙眼的，对不对？粪便桶，生存。哎，小鱼粪便桶在哪里？你是说上次游戏吗？我忘记了，那已经很久了。我那时候我是记得是有人在聊天室好像在激我吧，就是说啊，我今天想画什么是我的，是我自己决定的。然后就有人在那边打说啊，巧克力画巧克力呀，啊，你也可以画繁星啊，啊，我就在画我自己了。他还在那边打字，有的没的，然后就有点不爽，就关台。然后你好像就说什么什么，你刚来欸，傻眼这样子，是你对不对？嗯，大便，我要大便。不是对我。就忘记了啊，那个已经是两三个礼拜前的事情了。骷髅那次是吗？玩骷髅有 EQ 低到这样，我记得我忘了欸，真的忘了。那天好像只是开10分钟的台吧，就玩到很不爽，忘记是谁惹我超不爽。哇，范围这么大！你是说那个哦？哦，他是说什么骨头可以拆这句话吗？我那时候不可能啊，因为我已经打到第三章了。打到第三章的话，我不可能只开10分钟的台啊。想说我都已经打到第三章，你是不是会看一下我的装备跟第三章，还要教我怎么拆？天哪，哪个新手会不知道能拆骨头，然后玩到第三章的？可能有啦，但不会是我。好像是欸。哦，植物吗？变变蓝。要做个回，没有树枝，哇，东缺西缺。冲啊！我有精华，我去看一种。我记得我没有剪出来啊，都已经气成那样子，我怎么会把那个剪出来？哎嘿，有哎，要惹我，要逼我，会死哦。对对，啊，够了，够了，够了。好死！不对哦，他要几个啊？照明，哎呦喂，够了够了，蘑菇灯。我记得我这个哎，
有另外一个啊，他还是他配方是随机掉的。看一下，哎，真的没有哎。哇，好像要再打哎，没有看到，因为他应该是一个大台，因为。你看，要做一个需要他一个皮啊，所以一定要打他才会有。有，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啊，小鱼要这样子啊。那它里面也可以放那个 boss 的那个灯，所以冬季盛宴那个可以放这边，然后再加上有装那个什么，不会那个那叫什么灯泡不会消耗的模组的话，它就会一直亮。这样，好啦，今晚很无聊的，不今晚啦、啊，今天下午很无聊，开到这边，用了这个什么一拳超人的，哦吼。等一下哦，你们刚有人说想知道龙影，可是正常来说，这边应该就是会有的啊。好好哦，当时我记得我们有装类似的模组啊，路灯模组吧，也是好像就一个荧光果，再加几个数字，就可以做出那个。就可以做出来了。哇，好多风滚草哦！天哪，辛苦了。是不会啦，只是讲完，但是有点没动力，应该是想睡觉。哎，好多哦，好欠捡哦。太多了吧，好捡，欸，超多的欸，小鱼你看，我明明就也没有调那个啊，风滚草特别多，因为你调风滚草特别多的话，你伺服器会卡，这就是我们把那个风滚草的数量调到最多的时候是。你走在普通的地上面都有风滚草滚过来，就那时候我玩的时候超级卡。对啊，因为它就是东西都在动，因为它其实它在玩家外那个什么，它我要讲什么？因为东西大的东西，你物件丢地上嘛，它不会像麦块，你登出登入东西都会不见，所以它其实你荧幕外面东西还是都会在动。他只是说很多东西是发生在玩家附近的，比如说狗狗入侵，一定是在玩家附近会生狗狗，所以不会说你跑去哪边就不会有狗了，除非你跳到地洞里面去。他可能那边可能也是怎么讲，像鸟好了，鸟掉下来是在玩家附近才会有鸟掉下来。然后你，啊也不会说像是啊什么，可能我在这边，那地图这边会有鸟掉下来那边吃，这样不可能啊，因为你这样子，即使有鸟掉下来，那个会太卡。然后风滚草就是也是会在玩家附近，也就是生风滚草啊，你玩家越多，就比如说好，今天我在这边，然后小鱼在这边，老菊在这边。跟麦块一样，总共有三个地图在吃资源，就像在探地图的感觉。
我现在又想找那个宠物洞，我想给你们看目前收集的视线外也有运作。对啊，就是稍微啊，就是我在这边嘛，这个圈圈是我看到的范围嘛。那、啊、它最多范围好像是到这样子吧，在外面在一个呛壳这样子，然后所以才会有时候我们家附近会有一些种子跟腐烂的作物之类的。臭犀牛，当时不知道犀牛怎么打的时候，那时候跟点点轮流死了超多次的。因为那时候的 mod 还没有很发达，就是血量至少就是装那个死掉之后血量不会有扣的惩罚，因为当时东时代有这个机制，就是啊找到这个，通常有这个东西附近就会有陨石堆。来，让你们看。这个，他是不是要直接孵化、啊？我想起来，这个是直接孵化的，然后后面会有个鼻涕虫跟着你。那这个的话，这个是要去打那个，好像是打那个，好像让他冻死吧，冷死之后，我忘记这个。我记得这个是要用冰杖冰人法杖去把它变这个，然后把它打死，那这个要用靠料理做出来。然后这是那个他蝙蝠 skin， 然后冰人的龙吟 skin， 然后这个是新的东西，这是这次改版新的东西。那这是葛罗姆，那这个是之前那个缺氧的那个叫不是哈奇吧，叫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那个缺氧的那只。然后再来是小鸡他现在还没有出 skin 耶、欸、小鸡是那时候啊，他有啦，他有 skin， 但是我没有抽到。他还有好像类似企鹅的吧，他还有三个 skin， 我还这个我还没有。然后这个的话当时有这个那时候是这个也是靠用抽的，就是玩游戏每个礼拜玩游戏会有四个箱子可以抽到，然后抽到后就是左上角会有箱子打开嘛，抽到可以抽到这个东西。然后会有这个是因为我去跟那个玩家买的，那时候好像23块台币吧就买了。然后那时候然而就看到我有这个，所以跟着买。然后在这个是我抽到的，好像是吧？不知道抽到还买的啦，那抽的吧，因为抽的好像只有这个缎带啊，还是买的才是这个缎带啊？怎么去拥有？对，好像是抽到才有缎带，买的没有。然后对啊，就这边在这边养宠物。然后当时那天不是有狼儿就想要养这个吗，我说干嘛养狗啦，很烦呢、欸、就旁边吵吵吵吵，尤其是当时养了这个之后，耳边是传来那个苍蝇的声音，就是有够吵的。那养这只猫的话就是一定要牺牲一只浣熊，至少要牺牲一只浣熊，因为杀了浣熊才会掉它的尾巴。然后一个浣熊的家，从破坏九次，这个家就烂掉，再也不能用了。所以浣熊是有限资源。然后后来真是太吵了，就那时候主要是要养宠物，主要是因为有那个宠物模组，宠物给喂它嘛，喂它之后就是可以让它能力变强。这个如果老居它要。如果真要玩的话，可以叫老巨装啊，反正身边就带一只宠物也可以、啊。然后宠物给他吃东西也会发光。对啊，葛罗姆是可爱，但是很吵的。家里已经一只很吵的葛罗姆了。
那边又要带一只更吵的格罗姆这样子。你看啊，就是那个养宠物附近一定会有这个胶痕嘛，摄影师炸过的痕迹啊。哎、欸，我想说怎么不会，怎么没有感觉 ？We are sure。哎、欸，好啦，允许你装这个，然后把附近的草蜥蜴杀掉，有没有？哦、好爽哦、喔！然后稍微开一下那个啦，那个大地图模，就像这样子。你看，这是玩家范围外嘛？他这边其实还有在运作，就是我们正常视野是到这边，然后他其实就是外面这边还有在运行。啊，然后这个是陨石嘛，但是这个陨石不会掉那个，我那天一直想要那个东西，它不会有，它只会掉那个，哎，握镰刀是不是？没有，它只会掉月石。你看，只会掉月石。那要掉我要的东西是它比较偏天竺鼠车车那种肥肥圆圆的形状的陨石才会有。那这边现在还没有，就很烦呐、啊。而且你那时候盖也盖错了，你应该要盖一个。来，我下次教你怎么盖。那个，我换一下那个 AI。那个小鱼，你下次要盖要这样子盖，就是比如说这是我们家嘛，对不对？那你那时候盖不是盖在这边吗？然后是盖这样子，对不对？那我教你哦，你下次要盖要这样子盖，跑在这边，对不对？你可以沿一条很长的线，然后盖在这边。为什么呢？就是它一伸出来之后不会乱跑吗？乱跑之后我们就把它赶到这边来。然后这边来之后，它就是都会聚集在这边。但这个方法有好处有坏处啊，就是它只要范围好像四个草皮还五个草皮内没有草蜥蜴的话，这个就会再出草蜥蜴。但是我们现在装的就是不用采草，不用玩那个蹲下采草的 mode 嘛，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就不用用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以前采草是很麻烦的事情嘛，那现在我们只要弯腰剪一下草就好了，所以等于是就是草蜥蜴掉下草，我们弯腰剪而已。但是这个好处是我们不用施肥，草蜥蜴的话我们不用施肥，它就是无限喷草啊。这边的干草堆都是要施肥的，所以有好有坏啦，懂意思吗？小鱼，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真的有懂吗？所以你下次如果真的要盖的话，你就是盖有这个方法，因为你附近没有草蜥蜴的话，它一定还是会生草蜥蜴出来，所以你要嘛就是把它们都穷尽在别的地方这样。有，不然就是下次，不是下次啊，我们之后那个家要改的话还是怎样的，我再帮你弄，再来好好研究。因为现在改了什么，我真的不晓得啊。现在真的改了好多东西哦。你看兔人那个东西，我去查不太到资料，我是跑去就是完了之后才。有感觉说什么兔人掉的东西变好少，然后以为是 bug 还是什么，然后也是昨天去问那个在玩的另外一个在玩动之大的朋友，就阿比在玩，我就是问他说，哎、欸，阿比问你个问题哦、喔，我说兔人是不是掉落几率有变，结果他看成免人，什么是免人，
就是兔子那个兔少了那一点叫免人。他说免人掉落几率，然后他就看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就打是兔人不是免人呐、啊，这样子，然后才知道兔人掉落几率就是已经变得很低，所以才会选择就是直接种农场跟就兔人的话，现在变成就是那个落水洞的守门员。就是蝙蝠出来的话，可以打蝙那个地上捡蝙蝠跟大便这样子而已了。啊，或者是那个养在那个蜘蛛草那边。好啦，那今天下午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晚上 Amigo， 反正晚上不管有没有 Amigo 啦，八点会开台。欸，如果没 Amigo 就是玩动死打，如果有 Amigo 就是玩 Amigo 的，然后四点后再来玩动死打。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咯。唱歌还有声音吗？